可以了，真的可以了吗？嗯，可以了。大家好，现在大家在镜头上看到的是春春。嗯，跟大家大家好。嗯，那个今天刚下飞机。嗯。啊，那这段时间宣传就是专辑的这个行程，嗯，好像比去年的巡演要稍微松一点，没有巡演那么忙吧？我觉得巡演是一个好像很底线，就是累到不行了。啊，所以觉得今年还很好。啊，嗯，我觉得你现在气色很好，对，说明这段时间休息的不错。对对对。啊，嗯，然后过两天就要去见海敏，新加坡的海敏。哦，是，是的。去年在英国见过一次海敏。对。然后觉得这次会给海敏带来什么样的惊喜？挺期待的。啊，嗯，新加坡也是第一次去。对。嗯，就还是会跟在内地一样，就每一个城市表现出自己所要表达的那个情绪和状态。肯定会。对吧？嗯。你知道你的作品这次专辑11首歌分了11个军团。啊，听说。你是哪路的？我是九路。九路。对。九路。就是因为里面除了2首广告歌嘛，其他9首歌都自己选的啊，我自己都挺喜欢，所以我要你是九路的。对对，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九路，嗯嗯，就是你之前有听说11路的。嗯，我是金粉队的。哦哦哦，我是金粉路的。嗯，你能不能跟我们金粉队的朋友，这个队员们说其他的那个金粉是哪个呀？金粉是 Chris Lee 啊。哦，为什么金粉呀？这个呀，这其实有一个传说。这个传说就是，我一时半会说不出来，我还是队长的。这是水晶。对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嗯啊，然后昨天刚才在那个活动当中说了，就昨天前天在拍 MV。嗯。拍的顺心吗？挺顺心的。也挺快乐。对。拍完了没有？拍完了。嗯，乐明拍完了。什么时候也想就是像选歌一样，就是自己能够拍 MV 的镜头啊，一些故事情节啊，自己去选。我现在会有一些想法，其实跟导演沟通吗？会沟通。嗯，会沟通。然后遇到我特别有感觉的东西呢，我会去做一个构思。嗯，我其实有想过，嗯，能够自己以后能够拍，嗯，但我现在还算了吧，算了。拍完以后就是有没有在监视器去看一下？会啊。拍的效果怎么样？会啊，会啊。给自己打多少分 ？MV？ 不能讲。嗯。就只是尽力了吧。啊，嗯。然后这个 Loving 的我的东西其实挺简单的，嗯，你看了你就知道。嗯。好，那就期待一下这个 Loving 尽快让大家看到。然后这个签了这么长时间，去了那么多城市，接受那么多媒体的访问，可能有时候经常一些问题会回答上百遍，嗯，烦不烦？有时候会觉得会有一点点，嗯，但是我觉得要公平嘛，嗯，就不能说先问的态度要好，后问的就对，我觉得要公平啊。嗯，那你现在每一个城市早上起来的时候睁开眼睛，你还能意识到自己，哎，我现在哪个城市？有时候会要反应一下，反应好半天。有时候会。啊。嗯。就是，但是就是那每一个城市的玉米给你的印象，嗯，就是不是特别记得特别清楚？会。嗯。就我觉得每一场都不一样。嗯。嗯。嗯。然后刚才我也问到你关于礼物和这个假期的问题。嗯。假期一个月够吗？嗯，知道啊，两个月，现在都没有具体去定啊。嗯，那个宋总前两天说关于销量的问题也问过你，也告诉你了，就是你对这个真的是没有概念。嗯，我之前是完全没概念的。嗯嗯嗯，就是，但是从这个成绩来说，从目前来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。嗯，自己会不会更坚定了去好好音乐做好的信心？我自己觉得还好啊。嗯，然后。反正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东西，我挺开心，就这一点是我自己非常庆幸。嗯，就是能够跟公司，嗯，跟老板，嗯，达成一致，嗯嗯，去做这样一件事情。嗯，那你看现在你有更多的自己想法，你这张专辑9首歌是你自己选的，刚才你也说的 MV 现在也有自己的想法。嗯，那接下来的第二张专辑，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各方面的工作，嗯，会不会更多的自己？要争取要跟宋总去沟通，会，啊，会的。以前你没信心说服他是吧？我以前也说，但是
说不过。以后更有信心了，对吧？以后，对啊。对，这次金鸡节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？就是各个奖项什么的。跟我们奖项跟我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就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对这些奖项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你最期待哪个奖？颁哪个奖？我都不知道有哪些奖。嗯，比方说最佳男演员，或者是最好看的电视剧。嗯。啊，最佳女演员。嗯。有没有？那你看，你马上年底就是华语乐坛算是一个盘点的时候，嗯，各种各样的奖项啊什么的。我知道其实你对奖项也不是特别的在意，是吧？嗯。但是最希望就是哪方面的奖能够自己有所斩获。嗯，我觉得音乐的一个怎么讲？嗯。就是，就比较有重量的，有重量的，含金量比较高的。对，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，嗯，觉得没意思。嗯嗯，就是刚才你说放假，然后就是让自己好好学一些东西，是吧？嗯嗯，打算学一些什么呢？打算，嗯，肯定是跟音乐有关系的。嗯嗯。然后具体现在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和明白。嗯嗯，然后就是在这个颁奖礼之后，就是你在最年底各种各样的颁奖礼完了以后，专辑第一个阶段的宣传告一段落。嗯，下一个阶段你希望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有什么样的调整？嗯，我会在充电以后，嗯，然后会开始想着手去录第二张。嗯，第二张。对。嗯。然后那个我特别关心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自己心态调整，因为总是这样奔来奔去的，跑来跑去的，而且这个有晚会啊，演唱啊，还有签售啊，嗯，拍 MV 啊，自己怎么去调整心态这段时间？你就是觉得反正除了舞台上面还有音乐以外的事情，嗯，都工作嘛，嗯，工作那就好好做啊，就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嗯。嗯，每天睡得很 OK， 然后那个身体恢复得很好，那心态也会每天都可以恢复得很好。现在挺好的。嗯，好，那特别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啊，而且海米的行程，好，能够顺顺利利的，开开心心的。今天这次金鸡的演唱也能够顺利成功。嗯。最后再跟所有的他网站的乐迷们，嗯，问候一下。对，问候过了，特歌迷，然后挺开心的，我最近挺好，然后身体也好，就请大家放心，嗯，继续加油，嗯，好的，平安健康快乐送给春春的祝福，谢谢，好的，谢谢春春，谢谢所有的网友，拜拜。